王者荣耀这次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动，从一幅颜彩艺术大师连阳所作《五岳飞天图》开启。山峦祥云间，飞天反弹琵琶，翩翩而舞，体态轻盈如燕，令人神往。这便是即将踏入王者峡谷杨玉环的新形象《五岳飞天》。当然，王者荣耀与敦煌研究院的这次联动才刚刚开始，王者荣耀官方网站已经开启敦煌文化特色皮肤大赛，很多优秀的画师都参与到这场大赛之中，腾讯更是设以高达20万元的奖励发掘并鼓励民间的大厨们。在这幅画里，杨玉环的背后还有两名同样来自王者荣耀的女性形象，左边这位身材曼妙，轻盈的水袖随风而起，头上的簪花若隐若现，匣子色的飘带拨云临风，这便是貂蝉小姐姐了。而右边这位翠绿色的长发随风飘渺，一袭红纱勾勒出纤纤玉体，银黄色的飘带随着笛声犹如浪花翻滚，祥云骤现，这便是王昭君小姐姐了。这些伏笔也预示着这两位角色也将如同杨玉环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敦煌特色皮肤，不妨一起期待一下吧。